有的人呢，从这个传统观念上认为京剧就是老套，京剧落伍，甚至于京剧这个离时代越来越远。将起年，当你走进剧场，你就知道我们的观众是什么样的这个一种热情，是什么样一个年龄结构。台底下坐的观众大多数都是青年人了，我觉得真是看戏对他们这小孩们的影响挺大的。那现在大学里头，你看它有京剧社，而且我们每年都要进大学去进行这个义务演出。我们这个团已经进大学进了100多所团那个大学了。哎，我希望更多年轻的观众来了解我们京剧，来接触京剧，同时希望他们也能够喜爱上京剧，今后来喜爱我们这种国粹艺术。